好具体哦。那谁，凯欣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你们上课的给我专心上课啊！我现在只是无聊在测试一些东西而已啊，没有要干嘛。那另外一个养扭牛的东西嘞，就是真的是很简单呢。我记得好像只要5×5吧。就这样，然后中心围起来，然后再围起来，然后这边放梯子吧，楼梯楼梯。哦，不对，这边还要，看一下哦，这里，然后这里跟，哦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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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我开台了，这样才对。怎么改成这样？我就好像变得不会玩那样。这样扭扭是，这是三格了吧？三格。这样子，然后这是最早最早以前的啦，他们都是这用这方法闷死牛的，牛蛋，像那个我新大陆没有盖，主要是因为新大陆没盖，就是因为我都在吃那个什么。南瓜派，因为那时候觉得南瓜派就够了，就够火了，就没有弄那些残忍的设施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就死掉了。那就这样子哦，就是过多就会死掉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不用水，最早以前的好像不用水。你看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死掉，死掉，死掉。因为这个太吃资源了。啊，这样就是吃饱了。然后吃饱的状况就是，你看，就这些肉了。那当你有小麦，就是经过这边，然后喂一喂就好了。下个礼拜捡，今个礼拜的我，你在打什么字啊？繁星下礼拜捡，今个礼拜的我轻松生存的哈哈鸡出现，那张可以加个惊吓倒数吗？看直播吓死我，我一定会加，就说前方高能，这样子。他这边挤一只就会死一只，你看，因为他这个就是有那个上限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时候新大陆好像还没有，我记得碰撞好像是1.11之后吗？因为那时候1.9没有这个东西，1.9还没有数量过多会挤死。
我那时候记得是什么啊？我那时候忘记我是什么啊？我那时候盖的是，比如说这边是集中站，然后一样是用水，对不对？水关掉之后，小牛就掉下来，然后这边再盖左或右的那个，很像肺，就是左边右边给那个小牛掉下去，就跟类似这个东西，只是我是往下掉。那再来就是直接用砍死或是烧死的，你看，自动烧死的。因为牛牛没办法做全自动，因为你还是要去喂它，跟小鸡不一样。我本来也想在巧克力那边盖这个东西，可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个东西，因为你要倒下去又收起来才会有，所以这个其实只要按一下。倒出去马上收回来，所以我本来想帮他盖，就不用一直砍了。看他喂的那么开心，而且那里面又很挤。而且巧克力不是最后一集突然蹦出僵尸吗？他问说怎么会降下来啊？就是这个我不采用，就是因为你看铁会掉到旁边，所以要的话就是。你这边要改，要这样子才行。这样才行。那所以其实你如果你看这个才六个，然后这边4、6也是六个。可是这个就很丑，我就会考虑这个了。喝款，噔噔噔。那再来就是，不知道欸，因为我也想在轻松生存那边搞一个，就是村民交易的东西。可是这样子，势必村民就一定要可以繁殖。所以如果防爆关掉的话，苦力怕爆的话，他们。应该就很难补。没有，反正就轻松玩嘛，不要太认真。我现在目前只想要有铁就好。因为不是1.14之后，很多村民很多东西都其实可以不用去野外玩。你只要有村民在，其实就够了，感觉就可以喂了。嗯，而且很好笑是，死掉都是大牛，不是小牛。还是死掉也有小牛，啊，这个缺点也是因为死掉可能是小牛啦，所以盖这个会比较好，盖这个小牛会被冲下来。好了，再不知道玩什么了，你们想玩什么吗？有想看我玩什么吗？关于不会升官，那好像是因为这类型的地图生物虚空，所以没办法啊。哎、你好猛哦、喔！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感谢小七，看屁啊！那这还要盖什么？记得是现在蜂蜜快，因为不能回血，我就不想去动蜜蜂了哦。那天只是想喝个蜜，回个血，却不行了。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可以拆掉，这个没什么用啊。
漏水啦。对，那其实这个没什么屁用啊，就这样子往前推而已。为什么要用这个？想说，如果今天当你不想要提的话，你就这样子收起来，然后村民就看不到了。那看不到嘞？如果今天我是用那个什么，我本来是想说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可以踩在这边，然后迅速的进来，然后跟他们这样点交易，然后当你刷好之后再走出来，有没有完美？然后如果你今天又缺铁的话，就这样子。其实，对啊，都想好。如果，应该会先洗村民的交易，洗到可能有经验修补啊，或耐久。那再来就是把僵尸引过来，引过来再开始这样子玩。我本来想说，好啦，不然来拍一个也是生存系列好了。但是在想说，如果真的拍的话，干不对啊，那我还要直播，又要拍生存影片，我这样会不会死掉？感觉会死掉欸，有人敲我。热啊，快死死度了。啊，那如果这样不行的话，储存回到标题，多人，单人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这样想再去试试看一个东西。因为这个确定啊，上次不是说这个让我很崩溃吗？来，我们重用好了。我看一下怎么用哦。先盖。先围起来。原来不是，原来这不是纯水源哦。那，这多深啊？然后这边。哇！而且你刚刚还特地在找那个原因哦，好感谢你哦，这天你啊！掉下来汇聚在这里。
被打掉了。小。对啊，那应该他们应该都会有感觉想踩啊，因为都已经空了啊。对啊，可以啊，这才正常嘛。想说我那时候怎么盖得那么崩溃，不知道原因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卡在这里？啊、哦！这样不对，哦，好烦啊！等一下，这样盖也不对啊，